我妈妈呢？你叫我啥？叫爸爸。什么？你怎么不行啊？行，过来来。叫我啥？哎，爸爸，爸爸。哼。小爸爸。嗯。我妈妈还是七点下班吗？对呀、啊，七点下班。啊，咱俩去找她吧。找她干啥呀？她七点就回来了。嗯，我要去找妈妈玩。爸爸。啊，他放学以后他非得过来找你，陪你一起加班。哎呦我天，你俩就回家呗。啊，想你了吗？孩子想你了。给好吃的。中午小点哥哥给妈妈订的，妈妈都没舍得吃。走，过来一起吃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吃吧。什么小点哥哥？快给。怎么说？给一下爸爸。嗯，好。嗯，给吃吗？给小点哥哥。嗯，小点爸爸。这个还可以爆汁的。嗯，爆汁的，然后搅拌一下。今天又考大卷，又偷看别人的吗？嗯。啊？你别冤枉人。你说实话，看没看？嗯。没有。我看他今天那个听写是全对。啊。听写。啊。是吧？听写对了是吧？嗯。是自己做的是吧？嗯。同桌他错了，我如果我抄他的肯定能错一个。哦，你同桌还错了一个，然后你全对了。嗯，别得意啊。对呀、哎、我又没说得意了、啊、你想不想抄别人的？不行。就是说有没有那种想法没有过你的脑袋？对，我想，但不过我怕妈妈脏我啊。想过、嗯、但是知道做这个事的后果了是吧、嗯、然后就不去做了是不是？嗯嗯，只要能改正的话，就是还是好孩子。妈妈小点肉。嗯。好，一会儿妈妈灯关了啊。你这喝的都是什么药啊，干妈？喝的这个脑肾虚，失眠了这几天。失眠？嗯。还失眠啊？嗯。让他去看，他老说不用不用的。他老说这是老毛病了，老犯了。又犯了这几天。你也不能撑球睡不着觉啊。对，烦，用烦。是不是最近想事？是不是最近想事想的太多了呀？没有，也没想什么，就是想事琐事什么，反正他要不睡觉，他就在就在那前拉倒不想了。就是想事想的越多，然后越睡不着觉。嗯、对。明天我拉着你上医院去看看。不用了，咱那点远吃的就行了。你这吃这药不也不是也不好使吗？嗯，不好使，上医院去检查检查，做个全面检查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事，就是心情脆弱。神经脆弱得治病得治啊，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哪能行啊？想事想的太多了，那现在多幸福呀、啊！你想那么多事干啥？对呀、啊，琐事是什么呀？对呀、啊。他说：“你这不去想，就是那些事，别想，别想，他睡觉。哎妈，这个眼那地方花。”哎。是不是？你说咱这个日子也越来越好了，嗯，有什么也没什么烦心事啊。嗯、对呀，不用想，对呀，不用想一些没有用的，你早点睡吧。嗯，我吃点药我就可以睡。嗯，这样明天有点麻烦你，带着干妈去医院看看。那你说咱一家人什么叫麻烦不麻烦？我带着干妈去看病还不应该吗？那也麻烦呀。你妈就是我妈，你妈就是我丈母娘，不应该吗？哼。主要是他这好几天了、也没睡着觉。嗯，我看他最近这两天状态不是很好。前两天我一来，他又跳又唱的，拍抖音。现在一来，他就要不在沙发上坐着，要不在卧室里边坐着，他就是不拍了。越头大脑的。对，他没精神了。我一直说带他去看看，他就害怕麻烦我们，一直也不去，就自己吃点药扛一扛。都折腾好几天了，他这个人不睡觉的话肯定不行，没有精神。嗯，放心行了，交给我就行了。以后我是家里边顶梁柱，我是男子汉，是不是？行，那你明天这样的话还得早起，能起得来吗？肯定能起得来呀，明天有事我能起不来吗？六七点钟就得起来。啊、嗯。要不你晚上在这睡？在这睡啊？啊。那我怎么睡啊？我把你干妈叫起来，我们三个一起睡，你睡干妈窝。你这不是神经病吗？干妈都刚睡着，你再把她叫起来，然后再上你那个屋去睡去，折腾她干啥呀？再说了，干妈跟你俩睡一个屋，你俩有的人
动静他都就醒，他本来就睡不着觉，你让他自己睡个屋多好。那你睡哪？我睡沙发就行了呗。沙发？嗯。沙发这么软，睡着不舒服。第二天早上起来腰好疼啊。睡地下？睡地下没有地暖了，地下冰凉的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啊？啥？我今天晚上在你那屋睡。啊，你在我那屋睡？啊。我在沙发睡呗。啊，不是，咱们孩子咱们睡一个屋呗，然后我睡最边上，你睡中间，孩子就睡最里边，行不行？睡不开。能啊，我有一点，我这么瘦，有点空就够了。睡不开。能睡开。睡不开。能睡开。不行。还不睡啊？嗯。一会儿睡觉啊？嗯。我看这个床有多宽，这个床，能睡个三个人？能。啊？能。嗯，我睡这个边儿，你睡、嗯、你妈妈睡这个。横着睡。啊？横着睡。怎么睡？横着睡。这样横着睡啊？哦，那我睡哪边？你睡这边，妈妈睡那边，我睡中间。不是，你睡边上，我睡边上，妈妈睡中间。行。行吧。行。嗯，孩子说我可以在这睡，他都给他安排好了，就睡哪睡哪啥的。走，洗漱睡觉。去洗澡。快点。你困吗？